你经理，你全家你的经理，你不是跟我一家的啊？要不得，这土还是给的经理安逸的。管子一千斤，没事再分你捡出来。就在这种啥子水哟？你去了就是。这弄完用红沙包裹了，你说这是啥水嘛？毛手捡出来的粪沙水啊！让开点上包掉，这块我姓管子，来，我管子欠我的，我也一下就赢了。这粪反正都是管子来捡的，你还在这偷偷给等来冲进去，那反正你都不要人挑，捡完一个毛事还有个毛事了。就是等来放你自己冲哎，你让我冲进去都晕进了，旱的旱死，干的干死，你也是。高级的有些又冲到了，第二边有些还没有流动的。这儿一个毛事的粪都捡完了，没赢到一沟红手。那就这两个毛事的粪，你怕顶得到好久啊？如果多一堆耗子不落雨，你要那么多土你赢得到？还不是一样的。那当真天干的话嘛，就是门口这两块土肉生点的，给的近点的，有点收成。他全是让我人吃水都没得，你还硬弄下去硬弄。给你挖出来好啥样呀？好啥样呀？但是你穿在脚子面上，我说你还哭啊？你以为我像你弄憨啊？你经理，你全家你的经理。你不是跟我一家的啊？要不得，汗水都弄蒸出来了，一杯奶茶喝才差不多。跟你老妈一样的好吃，你要出头了解这儿来整两下，是不是就像喝杯奶茶嘛？喝奶茶就叫好吃啊？那还是那么多人喝，那些奶茶店生意还啷好的？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奶茶呀，我们这些你看一个学校门口去，那么多店子，好几间，那么多人喝，为啥我们这些没得人买双皮奶的呀？说嘛就说你这一般的奶茶嘛，我也不太爱喝。但是我在广东都是偶尔去喝一杯双皮奶，我觉得那个还好喝。如果那个玩意儿能给我们这些卖噻，应该是生意好哦。啊，生意好得很呐、啊，你给开一家噻。哎呀，你不要说你那些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初我还真的有那种想法，只不过我是自己整不成。还有就是当初要不是弄早就被你伙计回家来结婚了，说不定我还真的去找那一个专业的人教我，我就可以学整奶茶去。也是去学做奶茶嘛，去吃奶茶。还好老子们当初为民除害，早点把你那弄回家了。你要是嫁给一个卖奶茶的嘛，我说奶茶店来找你吃苦。哦哟，你意思是你娶了我，你还委屈得很喽？那不是啥子啊？那你当初要娶我干啥子啊？那你追我的了嘛？好不用脸哦！我奶茶都带不到喝，就听你们啰嗦。懒得听你不要回去啊！我还嫌你在这挡着我干活呢。这一番茄那么多草藤，都打了二代番茄都结不到好多。哎呦，今年子这番茄我是结得好得很，今年子这番茄也有吃。你啥子整那么多？做啥子在整的？做个多，我让你吃不完还我跟你说。收工，明天要赢。这孩子一拖，今天也不拿起走。这个多简单，烧点开水烤鸡，冷了凝固成型就要得了。一锅一锅的都在开，就不放冰箱的了。我那冷水来冰一下，冷了要得了，端出来切一下。哎呀，还合适，刚刚好，我都有个西瓜。这是啥子东西嘛？双皮奶的嘛，你认不到啊？哟，你还人干还住在双皮奶些？那肯定，我啥子都要学点，万一你中国人能好吃不？然后一杯奶茶就喝得开冲赞。那你这奶呀，只有双皮？你要求不要高，
这屋有奶米的吗？哪儿来奶的吗？奶米奶米还好吃啊。你这个不是两个吗？吃着不胖，躺着轻。就是吧，不是两个，这明年两个不买贵的，这几块钱玩的低点儿。你原先还买的最好红豆这些，这样想买买不到。难得遇到你弄大方。你还要把妈妈干的呢你？我让他吃完了，打死他。好吃吗？嗯。